东西会生喉咙？会生喉咙？iStyle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景华。纠葛的爱情好像在华灯里面已经是普遍，对，是主打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这一条是甩也甩不掉的一条爱情线。对。至于谁甩谁，不好说。对。对。但这整部戏确实是就是还蛮纠葛的，所以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是。现场的气氛是很欢乐，但是戏里面的时候是痛苦的，所以我们是快乐与痛苦并着的。我觉得阿川这个也很好看，但上一套我觉得是有一种更成熟的感觉，然后这套是比较奶油小生，可以这样讲吗？英伦绅士。哦哦，对，英伦绅士。哦好，那上一套就是比较挺，然后最近其实像。我有看到他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是不是长高了？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其实不是，是他有练身体，然后也比较没有驼背，所以可能就整个抽高这样。哎，现在讲讲就挺很挺哈。刚一讲我才想到，我刚刚有点驼。对，因为以前的他就是，而且在戏里面他其实都是那种你知道大学生驼驼的。懒惰，懒惰。对，但是他这个就还蛮挺。我这一季最推荐的单品是这个军外套。那这一件其实也是我在刚刚有穿着的第一套，后来我也看上了它这样。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附在上面的一个围巾，它这围巾的颜色很漂亮，你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是要放出来还是折进去，然后重点是它这个围巾可以拆掉的。如果你想要不一样感觉，或者稍微冷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套上去，然后把它这样子放在这个上面来，我觉得也都很好看，所以我个人真的蛮推荐这一件大衣外套的。《华灯初上》里面的苏妈妈的造型是80年代的造型，但那个我不得不说，里面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很有80年代的一个韵味。那现在这个衣服也是我平常会选的一个单品的样式，是因为它是衬衫式的连身洋装，对我来讲是穿是非常的方便跟自在。那因为我自己穿的东西也比较属于偏中性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喜欢。会生喉咙？我觉得我会询问他，但是不是每一件都会询问他，询问我都是问自己的女生好朋友啊。嗯，我买东西会想很久，之前就是喜欢我就买，但是现在是我可能说我今天逛了这间店，然后我很想买，可是我就会先再去逛逛一圈回来。如果我还在想这个单品的话，那我就会回来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经历过。就是当下会觉得哇，真的好喜欢，可是买回去之后根本没有碰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买干嘛？我知道标签都还没那个，对啊，剪掉。所以还是先想一下。嗯。